台风天，店家照常做生意，首要之物堆沙包。本来自由阴阴遮高呢，啊，即马无必要阴入去，就是爱炸这个物件。前几天只是午后雷阵雨就大淹水，这次可是台风笼罩，大理新仁路的居民严阵以待。桌子下的东西都把它往上移呀，就是昨天晚上移的啦，本来想说，对啊，怕怎样？怕会淹水。 这一带地下水道正在拓宽，原本把水堵住才能施工，因应台风来袭，工程暂停，还刻意开出水路保持水流畅通。所有工作人员停工，但不休息，都在现场待命。像上面堆的沙包有没有？然后维持水路畅通，然后也准备沙包给附近比较低洼的居民，大概主要工作，然后加强这些围篱。 整个都用那个脚材嘛固定住，能绑紧的都要加强捆绑。沙包免费提供民众索取，多一分准备，少一分灾害。大爱新闻李雅萍、李月维，台中报道。